弄一下，呼吸完回弄一下，乖乖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在炮台上打，不要在地下声音塔和他们打，不要在声音塔和他们打。奶妈的呼吸完好了，不停的刷，好了不停的刷，好了不停的刷、啊。然后现在全部打炮台，全部打炮台，全部上炮台打，不要在底下和他们打，全部上炮台啊！现在输出的节奏好，用一波。所有的输出绝技好用一波，把他们这波打走，把他们这波打走。对，然后咱们帮会的一人暴尸，一人暴尸，赶紧，早点结束啊，早点休息，大家，我们采薇什么都没打完，我们采薇。全部再合到这里集合，把这个青龙先打掉，把青龙先打掉，赶紧的，把他们的神兽先打掉，他们再换掉我们中路啊，再合到这里。好，把这个甲鱼带走，这个木冲什么什么，然后集体往前走，集体往前走，集体往前走。我们上路他们在偷啊，我们上路他们在偷啊，而且他们打掉了朱雀。而且他们打掉就是给我们拉出来数据啊，不能说啊，往前压往前压，一人爆尸给他们爆走，一人爆尸给他们爆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往前走往前走，所有的人站一起啊，后面的不要拖太长，战线不要拖太长啊，战线不要拖太长。奶妈的全红护心板，奶妈的护心板好了不刷，护心板好了不刷，用一个，全部上炮台，在炮台上和他们打，全部上炮台，在炮台上和他们打，不要在下面打，不要在下面打，那个声音塔会那个有控制效果的啊，赶紧上炮台，在炮台上打，速度，全部上炮台，全部上炮台，全部上炮台，速度，他们打掉了四个神兽了，马上已经打掉了三个了。输出炮台啊，输出炮台啊，奶妈的呼吸拿好了，刷一下，我的天，我不停的被控，主战场的不挂机啊，主战场的不要挂机啊，主战场的不要挂机啊，复活点的奶妈加下血，复活点的奶妈加下血。谁大户？